《秦帝国》第五部，《铁血文明》第七章，《于正王燕》。不期然，两人说到了天下利刃名器。太子丹以为短兵以吴越名剑为最。田光没有说话，轻轻摇了摇头。太子丹饶有兴致讨教田光，何种利刃为短兵之最？田光淡淡一笑道。 天下长兵以干将、莫邪等十大名剑为最，若言短兵，则以赵国徐夫人匕首为最也。太子丹大是惊讶，一女子有此等利器。田光道：“徐其姓也，夫人其名也。徐夫人男子也，天下剑气，徐夫人大家也。” 太子丹不敢显出疑惑，一笑道：“如此短兵，定然是削铁如泥了。”田光目光一闪，面无表情道：“削铁如泥，下成也。”太子丹心头一颤，立即挺身长跪，一拱手道：“愿先生相助，得此利器。”长长一阵沉默。 田光终究吐出了一个字：“诺。”秦国大举灭赵之时，太子丹的几年密谋筹划已经很扎实了。恰在此时，秦国兵临易水，燕国朝野惶惶无计。燕王喜顾不得狩猎游乐，多年来第一次大召朝会，会商抗秦存燕之策。不料大臣无一人应对。 整个大殿一片死寂。方今国家危亡，单有一谋，可安燕国。太子丹说话了：“愿闻太子妙策。”举殿目光大亮，立即异口同声：“有谋还等甚？快说快说！”燕王喜更是连连拍案：“大事之谋，不宜轻泄。” 太子丹面无表情。哦，大臣们茫然了。子有何谋，竟不能言？燕王喜不悦了。丹有一请，举国财货土地由丹调遣，否则此谋无以行之。啊！大臣们长长的惊叹一声。 散朝。燕王喜板着脸，终究一拍案走了。回到寝宫，在坐榻愣怔半日，燕王喜还是紧急召进了太子丹。只有何策，竟要吞下举国土地财货？燕王喜劈头一句。太子丹望了望左右侍女，默然不语。说，没有一个人了。 燕王喜并退了所有内侍侍女，浑浊的目光中充满了对儿子的生疏。刺杀嬴政，使秦内乱，无暇顾及天下。太子丹一字一板：“慎慎慎！”慎慎燕王喜急得咬着舌头，连说了不知多少个“慎”，这才板着脸训斥道：“如此大事，岂能心血来潮？” 刺秦，你小子倒真敢想，真敢说。你只说，秦王千军万马，护卫重重，谁去刺？做梦！还不是要刮老夫土地财货？此事已谋划三年有余，一切就绪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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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谋划三年余。 土地财货之说，惑众之词耳。惑众，惑水。父王不要忘记，秦国遁弱在继承，耳目覆盖整个燕国。姬喜两眼瞪得铜铃一般，大张着嘴，愣怔着说不出话来，良久才软软倒在坐榻上，长长一声喟叹。 焉有我儿，国之福也。父王留意，此谋不可对人言。要你小子说！燕王喜豁然起身，一挥手，高声道：“御书下书，本王老疾多多，国事交太子丹全权领之。国逢危难，不同心者，斩。” 下书完毕，须发灰白、胖大臃肿的姬喜，终于瘫倒了。太子丹顾不得抚慰父王，深深一躬，匆匆出了王城，立即驱车赶到了继承唯一的一片大水边。三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这是一座幽静神秘的庄园。 继城东南有一片碧蓝的汪洋水，一片火红的胡杨林。水曰燕皿池，林曰昌国苑。燕皿池是从流经城南的治水引进的活水湖泊，清澈甘甜，历来是燕国王室酿酒坊所在地，所以叫做了燕皿池。昌国苑是燕国当年下齐七十余城后。 燕昭王赐给乐毅的园林，因乐毅爵号昌国君，所以叫做了昌国苑。乐毅出走于赵，乐贤入燕，承袭昌国君爵位，仍居昌国苑。后来乐贤因与燕王喜政见不合而离开燕国，昌国苑便成了一座几近荒废的王室林院。在燕经商的六国商人无不垂涎此地。 各国商社联聚，上书燕王，请以燕敏池、昌国苑化作商贾之地，由六国商贾共同筹金建造一片如同咸阳上商坊一般的天下大势。商贾们以为如此好事，燕王定会欣然应允。不料上书一个月后，燕王王书颁下：燕敏池与昌国苑乃王室院用，可赏功臣，可为国用，用于商贾。 则见利忘义，有失王道。从此勿请。商贾们碰了钉子，愤愤然议论风起，莫不指斥燕国蔑视商旅，一事无成。然议论历来多有折冲，也有人说，宁失财货之力，而不失周氏老王族尊严，确实只有燕国这种八百年老诸侯才能如此。迂阔是迂阔，不失为王道风范。 于是，商旅们终究众口一词。如此迂阔王室，王氏夫妇何言？于是，议论也就渐渐没有了。然则近几年来，外邦商贾与继承庶民的有心之人，却发现这片水、这片林，不期然发生了悄无声息的变化。王氏的酿酒方搬走了，弥漫池畔而常常令路人迷醉的醇香酒气。 没有了，静悄悄的火红的胡杨林也偶尔可见车马出入了。于是，市井酒肆间，人们纷纷揣测这片佳地究竟赏赐给了哪家功臣。诸般猜测揣摩，终究莫衷一是。毕竟，多年来燕国已经没有一个大功臣可以当得起如此封赏了。这片园林水面成了一片扑朔迷离的云雾。 太子丹的垂帘资车所去者，正是这片神秘幽静的所在。几年前，太子丹由太傅居伍开始结识了田光，又由田光而结识了荆轲，密谋大计，才渐渐步入扎实的筹划。本来，田光是一个轴心人物，以太子丹内心的摆布，田光可为大计实施之总筹划。 譬如齐国孙膑的军师职位，荆轲可为大计实施的前军大将；譬如田忌只为上将军临敌决战。由此两人自己便能做齐威王那样的兴燕明君。然则事情乖戾的不可思议，田光却因为太子丹一句话死了。那是当年太子丹初次与田光相见。 小宴聚谈之后的清晨薄雾中，太子丹送田光出门，低声叮嘱了一句：“你我所言，国之大事，愿先生勿谢也。”太子丹记得很清楚，田光似乎并没在意这句话，只淡淡一个字道：“诺。”此后，田光很快造访了荆轲，与荆轲叙谈至三更时分。 及至荆轲承诺了面见太子，并与之为谋，两人方始痛饮，饮得一阵，田光慨然叹道：“士侠为行，不使人疑之。今太子叮嘱我勿泄大事，使太子疑田光也。为行而使人疑之，非士侠也。” 事后，太子丹始终不解的是，荆轲竟然一句疏导之话也不说，听任田光钻了牛角。田光最后对荆轲说：“足下可立即面见太子，言田光已死，以明不言之心也。”说罢，一口不足一尺的短兵一闪，田光喉头一缕鲜血，倒地身亡了。 太子丹第一次见到荆轲，是荆轲自己找来的。荆轲请见，平静地述说了田光之死的经过，丝毫没有悲痛之情，冰冷的如同一尊石雕。太子丹惊愕的无以复加，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他想问荆轲，为何不拦阻田光自刎？以田光讲述的荆轲故事，荆轲的神奇，当足以阻挡任何事情的发生。 他也想问，荆轲为何不劝阻疏导田光？毕竟那句叮嘱只是必须而已，决然不关乎怀疑与否。难道明锐如荆轲者也不能理解吗？可是太子丹机警过人，在这电光火石般掠过心头的种种责难疑虑之中，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对天下名士之侠，只要得其一诺，便只能无条件信任。 而不能有任何疑虑之词。他们不是自己的部署官吏，他们无所求于自己，他们将自己的承诺看得比生命还重。无所求人而只为人付出，若再被人疑，岂不悲哉？太子丹惊愕良久，突然放声大哭道：“丹所以告诫先生，实恐秦国见人耳目也。” 金先生以死明不言之心，但何堪也？令太子丹不解的是，对他这个名为太子、石同国王之人的痛心大哭，荆轲依然无动于衷，一句话也没有，依旧冷冰冰，如同一座石雕。太子丹立即警觉，他若再哭下去，这个冷冰冰的石人完全可能径自离开。 太子丹适时终止了痛哭，肃然请荆轲入座，离席深深一躬道：“田先生不以丹为不孝，使君得与我见，愿与君一图所谋，而后奉君之教。”太子丹记得当时的荆轲连头也没点一下，还是冷冰冰的坐着。 太子丹没有丝毫犹豫，先背戏述说了燕国的危亡困境与秦王嬴政的贪比之心，而后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全部谋划：以勇士携重力出使秦国，在秦王接见时相机处置。上策效曹沫劫持齐桓公，订立休战盟约之法，迫秦王放弃灭国，并全部归还列国土地；下策刺杀秦王，以使秦国内乱。 列国趁机合纵破秦。太子丹整整说了一个时辰，荆轲一动没动的听了一个时辰。太子丹耐心等候了一个时辰，荆轲还是一动不动的坐着。前述皆丹之愿也，可否？愿君教我。终于，太子丹忍不得了。此国之大事也。 在下不足认识。荆轲明确的拒绝了。田先生舍丹而去，荆轲亦舍我乎？太子丹痛悲有加，一时大哭。荆轲还是冷冰冰的坐着，没有一句劝阻说辞。太子丹终于忍不住心头愤激，悲怆的哭喊一声道。 大事不成，又累先生丧命，但何言利于人世也？抢过荆轲手中的短兵，便要拉开剑鞘自刎。在这瞬息之间，荆轲的白布大袖突然平展展伸出，急如闪电，灵如元手，掠过太子丹面庞。太子丹尚在愣着，手中短兵已经无影无踪。 此乃田光所献，徐夫人匕首。太子宁家先生之罪乎？便是这短暂一瞬，便是这冷冰冰一问，太子丹对荆轲心悦诚服了。先生已去，丹何独生于世哉？太子丹嘶声一哭，骤然昏厥了。疏忽醒来。 太子丹看见了蹲在面前的荆轲，看见了一双泪光闪烁的眼睛。太子之事，荆轲敬诺。太子丹未及顿手一谢，荆轲的白色身影已消失了。及至次日，太子丹寻访到一条小巷深处一座低矮的茅屋庭院，荆轲依然在案前凝神沉思。太子丹说。 君之所在，不宜密室，须得有变。荆轲道：“当变则变，见由太子。”荆轲所思者，同道人也。太子丹没再说话，告辞了。旬日之后，燕王王叔颁下，明示荆轲才具过人，拜上卿之职，相助太子丹同理国事。 此后，太子丹出动了王室仪仗，将荆轲隆重地迎进了王城外东侧长街的上清府邸。所有这一切，荆轲都欣然接受了。在群臣竞相赶来的庆贺大宴上，荆轲也与所有谋求立身的名士一样，与燕国大臣们侃侃谈论着种种治国之道，豪爽的大笑阵阵掠,掠,掠过厅堂。预宴者的种种质询之词。 都在荆轲的雄辩对答中消解了。自此，燕国大臣们完全认可了这位新上卿。大宴完毕，太子丹以会商国事为名，与荆轲在书房做了密谈。一进书房，荆轲又成了一尊冷冰冰的石雕。太子丹试探说：“先生以为燕国上卿，何以处之？但凭先生。” 荆轲淡淡一笑，第一次说出了一番长话。太子谋士铺排缜密，荆轲心知也。所谓上卿，不过后来出使秦国之正当名义而已，不干实事，是以荆轲坦然受之。然则，荆轲还要将这上卿做得非同常人，至少来日出使。 要使秦王相信，荆轲足堪王使之身，此中之意，亦望太子解得。太子丹说：“请欲如何？丹受教。”荆轲说：“不忠，不能，唯以上信立足。”太子丹会心的大笑一阵。 眼角泛着泪花道：“先生之才，真上卿也。奈何燕国危难，竟使先生会行隐身，不亦悲乎？”荆轲慨然道：“一国大臣，能献重利于秦者，岂能忠臣义士哉？我忠，我能。” 秦王焉得信也？太子丹良久无言，最后说：“我欲为卿谋一秘密所在，专为密室谋划，卿意如何？”荆轲淡淡点头说：“密室多谋，该当如此。”这片碧蓝的大池，这片火红的胡杨林。 变成了一处秘密所在。《大秦帝国之铁血文明》第七章《于正王焉》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